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芬儿，你是全世界最美的新人。其实嘛，差不多要到啊，咱好来穿新娘衫。芬儿姐，嗯，你去无用你的，我家己穿就好啊。嘛好，我来看阿芬兄准备好了。要答应我，此后
爱好好照顾你家己。阿豪爷，恭喜你。哎，坐这里吧。你想要死？不会，我不会死，哪能想把你赶紧出来？怎会这么想不开？敢讲陈建昌也对你不好？啊，无安尼，留在我这，我会好好啊照顾。
文玲，你得爱相信我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你相信？今麦所有的人，拢认为是建昌糟蹋迄个查某囡仔的清白。只有我知影，建昌是冤枉的，建昌真正无错。这一切拢是阿元设计。阿元这个人实在真恐怖，伊决心要弄到阮陈家家庆不宁，伊要让我甲建昌无好日子通过。不行的，我袂当让伊达到目的。伊愈要破坏我甲建昌，我就要对建昌愈好。我要让建昌知影，这个世间只有我是上关心、上相信伊的人。我要让阿冠完全无这个机会。小丁啊，啊建昌是安怎，哪会才想袂开，家己走去自找死路？啊！你若是死去，啊，唔好别人更加相信讲这场代志是伊做诶。小金啊，你着爱好好啊，甲伊考劝伊。唔管讲这场代志是毋是伊做诶，伊应该着爱勇敢面对事实，好好做一下解决，知无？阿姨，我相信这件代志毋是建昌做。你相信？我阿伯喊你侪年啊，我相信建昌毋是这款人。也毋过，都无人会当证明讲，这桩代志毋是建昌做的呀。有，啥？我，你，嗯，即卖若有任何人提起这件代志，我会甲伊讲，我的翁婿是冤枉的，因为我是伊的某，我相信我的翁。阿姨，啊，我想要去煮一挂姜母汤，给建昌啉，解解寒。啊，建昌哦，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。啊，好。奇怪，我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小弟哪有这大的改变？总算会当回乡，我今仔日倒转来，是要来找阮某。阮某在哪里啊？来了！变鬼！你真正倒来啊，小宝钏，感情是你？当然是我。你出外十八年，拢无消无息，我等你十八年啊！
关系啊，我哪会拢看无？阿兄，我甲你讲啦，这个故事哦，就是伫咧讲有一个某等伊的翁等十八年拢约袂转来，啊，即摆伊转来，因两个足欢喜的啊。啊，毋是甲阿爸阿母同款，阿母嘛同讲要等阿爸转来啊。阿兄，你莫乱讲啦，阿爸阿母即摆感情足好诶，而且阿爸无冤家啊。来，咱来算啊，记得。建昌啊，咱志忠哦，愈来愈捌代志啊！小弟，多谢，多谢你会当相信我无做迄款代志。你是我的翁婿呢，我无相信你，谁来相信你啊？搁再讲，你可能会去跋筊、饮酒，也毋过吼，你绝对无可能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我对你有信心。小弟，多谢你。咱阿母喊一句啊，说啥物多谢啦。啊对吼，明仔吼是阿母的生日，啊嘛是阿姨的生日啦。啊我叫阿梅吼去买一挂阿姨爱食的菜，啊较等下吼，我嘛要来街仔路买一个礼物送我阿姨。嗯，你想了吼真周到啦。阿爸阿母，你要去坐街，我嘛要去。好啊，你嘛要去是啊？嗯。啊，较等下吼，你若要买啥物件，阿母拢要你。好啊，好啊。来，你给我三号，阿婆姐姐带你哦。好，来，确实。来来来，小弟啊，我实在想不到，才短短两个月时间尔，你来改变这么多。因为我想通啊，阿姨，甲这两个囡仔是你所爱的人，我只有对因好。你才会欢喜，咱两个唔才袂冤家。我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咱两个。小弟，你若真正安尼想吼，我心烦的足欢喜。我看你啦，我甲恁做伙来去，先送陪囡仔来去佚佗，好无？好啊。也真无简单，要找不到，想袂到是娶一个新厝牌，啊阿伯，害恁全家无法度团圆会，是我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你。你若是较早一点啊，跟阿凤遐结婚，今仔日都袂发生这种代志，拢是我害的。我一世人，拢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